效，恭喜你特别晋升令生效了。谢谢长官提拔，总算从上位副阶上校了。谢谢大家帮忙。但是易少校呈上位，你们这个装扮，这个你说口罩，网络上说中国生化武器外泄了，武汉基地。你们恶灵古堡一类的电影看太多了，发射生化武器需要特制飞弹，没听过台湾哪个地方遭到攻击？不麻烦火箭军找几个台商接种病毒，送回来感染医生和护士，搞成木马或包机图层，再假惺惺推出解药，最后就可以统一了。留下不留人，你可不行犯病后，病得拼不过就来晕的。结果病毒还没到台湾，就在当地发作起来。天底下哪有这么蠢的剧本？按常理，传染病只出现在那种又老又穷的非洲国家。或者广西，那种落后地区也都比较好治愈。武汉虽不比北京、上海，但在中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城市。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军的武器设计重镇。拥有负责建造潜舰、核子航母的武昌造船工业公司，还有电磁弹射、轨道炮研发单位也都在那。中共官员素质高，也许真的有疫情，但肯定不会人拽人。当然是把机器变得很厉害。合理的怀疑，武汉确实有件 P4 病毒实验室，但中国媒体说可防可控，而且宣扬只要是中国人就不该戴口罩。中国人很服气，还好我们是台湾人。不能排除解放军发生瘟疫的可能性。如果真有，那么联合国组织 WHO 也不会坐视不理。那个世界不卫生组织，台湾本来就不是会员，而且命是自己的，做好自身保护总比挂病号强。口罩、干洗手，这些是基本配备。也对，预防重于治疗。处长，会议结束后，请军医检查一下口罩库存。是，司令。求人不如求己，万一染疫他们病倒，谁来帮我修飞机？今天会议主题是讨论天霄案。过去两次空战中，我们击落共军超过30架战机，但以大陆的生产能力以及拥有近3000架军机来说，这不过1%，实在称不上是胜利。老公造舰向下饺子，造战机向机下蛋。警报指出，沈阳飞机集团员工正在加班赶工制造机身。还有，中共正设法从俄罗斯进口更多的发动机。原来人民币都花在这里。天霄案中提了一个釜底抽薪办法，就是彻底铲除福建一带的共军地面设施。这是我国召集队员冒死利用高空侦察机拍下，领霞港一次。你可以招揽军人，黑猫专队。若能一次打掉共军的油库补给，纵有再多武器装备，也只是摆设。你下大大人力，这个我可以。还有水门机场的机堡与维修设施。那个我也行。福建峡谷弹药库。交给我包办。还有重中之重目标 X， 我全都要。工具放在这些手提箱内。 I actually need a real weapon.相信我，箱子里的更管用。Is it necessary to delay your departure by injecting ourselves? 国务院接获 CIA 通报，说中国发生疫情。But Chinese didn't know yet. 上面说这种病毒会感染你的上呼吸道，然后纤维化你的肺。
melts your lungs, literally. 不是溶解，是你的肺会变成像菜瓜布一样，最后死于窒息。So gross. 重点是 CDC 说愿意协助武汉防疫，但却遭到中国政府拒绝。Can't argue with that logic. 世界卫生组织还建议不要对中国采取旅行管制。It seems that WHO has been infiltrated by China. 不过美国政府已经派专机撤侨，驻中国大使馆也全部关闭了。Life is about more than just survival. Whom Chinese still got some brains left to figure this out. I never told to anybody. Honestly, I have genuinely trusted Taiwanese. 抱歉，忘了介绍，你们互相认识。安琪拉，布莱纳下士，布莱纳下士，道尔情报官。Marines. Yes, Mom. 超有安全感，是不是？ I still want my own gun.We are riding the coolest joint light tactical vehicle in American history. Oshkosh Corporation produced the JLTV series in 2015. It takes a real man to drive it. 坏了，前面封路了。I don't see us going that route. 台湾空军要把高速公路改当战备跑道。We can't be so picky anymore.从另一头下交流道吧。This JLTV is equipped with Duramax V8 engine, with automatic transmission, TAC-4i intelligent independent suspension system, and can be equipped with machine gun in remote turrets. 小心，停车。God. Okay, we didn't hit it. Sorry. 带我们的车。Yeah, JLTV will automatically call AAA Towing or the Elf show up to fix it. In moments of great dishonor such as this, ancient samurai warriors were required to commit seppuku. Here is Taiwan, not Japan. 你们知道什么能抵消坏消息吗？好消息，我现在就去想办法找人帮忙。